好。好快乐，好快乐，那个是特色，啊，有一步在，那现在只要一步就 OK 了，对对对对，另外一步可以坐着，然后过去就好，好好好，来来，我来给你，来，我们给木叔叔看一下，来，木叔叔的技术很好啊，到时候会弄光碟给你看。有听到说，因为出来倒垃圾有30块钱是吗？我没有哎、欸，没有没有，又愿意出来，那就更伟大啦，更厉害啦。垃圾是不是爸爸妈妈制造的？对对，你们都没有制造，你们所有东西都吃下去不吐出来的，人家制造的，爸爸妈妈制造的嘞。好，那你们出来倒垃圾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垃圾车有变了？哎，有注意到有变化的举手。啊，你们看好了，请放下。你们看到的是哪一步？都不下。你们看到的是什么？都不是这一步，这一步太暗了。你看到这一步是不是？那你是住中心路那边哦？对啊，对。哦，因为我知道，我家住那里。我也好。啊，你住中心路是不是就看这一步？好，我们呢有两部车是那个艺术家，艺术家这一部的作者叫做施正廷老师，施正廷老师就是那个童书童话的插画老师，哦，所以那一部车是那个老师的。那他的另外那一面呢，是有没有看过公视公共电视？公共电视有一个片头有没有？好，哦，那个老师就在这个的另外一面。那个是弘毅老师的作品，那这个呢是你有没有看到是哪一个学校？石门国中的一个哥哥，他的绘画比赛第一名，所以我们把他的画放在那边。这一次的比赛你们有没有来参加？你们不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对不起你们，以后我都要赶快大声的宣布，哈，哦！可是有你们学校的那个小同学哦。也有来比赛，也有得奖哦，有来得奖哦。然后另外一面是龙潭国中的小朋友，那我们还会有11部车，现在已经在做了，好，哦，已经在做了。所以以后不只是中心路，很多地方哦都会看到我们的每一部车都有小朋友的绘画的作品在上面，也许是你认识的小朋友，哦，也许是你认识的小朋友。那你们会不会认为？这样子的车子比较漂亮，还是没有弄图画的比较漂亮？没有弄，有弄的，觉得有弄的比较漂亮，举手。我觉得一定要有。哦，好。那也有人觉得说不要弄比较漂亮，对不对？那最好是我的画在上面最漂亮，对不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你要来比赛啊，才有机会啊，对不对？好，那你们今天出来户外教学，那这个是你们的什么？课语老师，对不对？课语老师教你们很多东西，是不是？
对，那因为我们这个的里面同时就是我们这边的文学家冯辉月老师的做的客家童谣，那所以我跟你们的周老师拜托说，是不是可以请小朋友来帮我们念一下哦，那你看背景就是我们的南天宫，那到时候呢木叔叔会把这个记录起来，说哎，有龙兴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哦来到这边，然后帮我们念客家童谣哦，好不好？那等一下很用力的念好不好，可以吗？好，那因为另外一部车昨天他们在调度的时候忘记说他今天中午还要去收垃圾，就没有跟那个叔叔讲，那叔叔没有开另外一部车，所以另外一部车刚才已经有开来了，可是他要去收垃圾又来把他开走了，所以呢其中有一首呢我们等一下用清唱的，用清就没有看着会不会背，会。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这个就可以看得到，那等一下大声的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好不好？好，来，那我把，哎呦，都可以啦。这首刚刚好没背。哦，是哦，怎么这么刚好嘞？没有关系啊，周老师在这边，你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好，让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周老师喽。老师，我指。来。好。有奖了。很棒，有的同学有把那个纸带来，其实应该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老师上课是不是教过啊？对啊，有教过，一定没有问题的啊。好，那请问，谁知道我们后面这是哪里啊？有没有去过南天宫？有。去做什么？啊？去走吊桥。哎，还有嘞。有没有去拜拜啊？有啊。哦，拜拜要保佑什么？平安。保佑嘛该平安健康，懂吗？有一拜八公嘛？啊，有哈。谁知道南天宫里面都供奉什么神？观世音。哦，好棒哦！啊，还有呢？有三个主神啊哈。一楼是观世帝君，二楼是谁？那个龙宫有吗？啊？二楼是什么？二楼是什么？二楼什么？啊，观世音菩萨。三楼呢？玉皇大帝。哦，对了，玉皇大帝了啊！啊，所以来南天宫玩，其实来走，譬如说，哎，看这边的风景，也是要看看庙里面供奉些什么神，对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帮助嘛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垃圾车很漂亮哦。啊，我知道我们龙兴国小有同学去参加比赛，但是是只是得到。